马尔克斯曾说过，当一个女人决定要追一个男人时，就没有她越不过去的围墙，甚至没有能管得住她的上帝。郑书意，郑书意失踪，有颜有才，能力出众，是江城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可以追你吗？不可以。那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拒绝而已。郑书意，你可以的。让人心碎又着迷，自己多招人不准。那我招到你了吗？感受一下你的车。你能不能再来一次？我刚刚没感受到，你再来一次吗？考试都有补考的机会呢，我申请补考。马尔克斯说的不一定对，至少我连面前这个马鞍都跨不过去。我跟你说过，郑书意，我不等了。你有多喜欢我？